有叶黄素，有益生菌，有补钙的。哎呦，它是果冻状的。对，小六也刷嘴，哎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要不要？刚加不要加，你飞了。我三个小孩嘛，一个两岁半，一个七岁，一个十一岁，然后还有我老公也算是小孩，大的，然后对，算起来大小孩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其实常都在外面忙哈，然后那我老公是主内比较多，那其实我在营养上的照顾上，我就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说每天都帮助，我就没有办法，对。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我都会用保健食品的方式去补，可是这样不就要超多？因为你看。年龄不同，然后准备的东西都要不一样，需要的营养素跟两岁半需要营养素就不一样。等于是你要准备四个单位的分量，对，四个单位。我今天有带来一个就是超能营养百宝箱来跟大家分享哦。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超能营养百宝箱，你看它的外观是很可爱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之后，你们看，为什么这么多？全部都是满满的营养 QQ 果冻，哎，有叶黄素，有益生菌，有补钙的。哎呦，然后比如说像这个黄色的呢，它就是叶黄素，来一条啊，你们可以吃吃看，百香果口味的，可以。而且你们可以打开的时候，先感受第一个是它打开的时候没有汁会掉出来，哎，真的有没有？那这样会让爸爸妈妈就对，它是果冻状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一条呢就可以补充小朋友一整天需要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，而且它里面呢还有 DHA， 还有维生素 A。那维生素 A 呢，可以帮助我们视觉在晚上的时候呢比较敏锐。其实我家老大他是近视，那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看手机，我们常都忙就会把平板丢给他。那因为以前一开始很想要补充这个叶黄素，都是一颗一颗给他吃嘛，可是他不能吞，他就会怕会噎到或怎么样。哎，你只要找这种果冻，真的说好，他一直吃，哎，小六也刷嘴，哎，这个品牌最早是做成果汁，他现在做成果冻之后，我小孩抢到一个不行。重点是它里面一条呢，它有100种的蔬果酵素。像我们家外食很多嘛，常常补不到这个蔬果酵素，那小朋友可能便便啊什么之类的。得杀掉啊！今天最过分了，就够了。还有两款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实际在家里会发生的事情。好清楚啊！百香果味道真的很顺哎，对啊，超棒的。营养师讲一下，我是不是讲的蛮有道理？这几个小孩，你刚讲那种叶黄素啊、玉米黄素，其实这个是平常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从食物来。然后其实国民营养调查发现说，其实小学生他蔬菜水果摄取的比例大概有70%都是不足的。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讲那种玉米黄素、叶黄素，它就是大部分会含在比如说像菠菜啦，或者是像对地瓜叶、花椰菜、南瓜、胡萝卜里面。对，就大部分小朋友不喜欢吃的。对，所以这种真的要靠外在的食物来做补充。我们是不是还有点想吃意犹未尽？那我们吃第二种，我也很明显吗？不是，你有3种颜色，你都让我们尝试一下嘛。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就是肠胃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老二呢，他是常常就是比如说妈妈我肚子痛，或更像在夏天有时候吃坏肚子，除了吃药之外，平常也是要保养好他的肠胃道。益生菌这个就大家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这一条无敌了，这多多口味，而且它里面呢。它是有龙根菌跟龙根龙根菌 ，sorry， 然后还有6大的母乳菌株，因为它是很贴近我们人体分子又很小，像我们以前益生菌不是都要冰吗？对，这个营养 QQ 冻的益生菌的益生菌是不用冰的，因为它有一个热风包埋技术，耐胃酸，然后耐高温，对，所以就它你吃它多多口味很好吃，哎，不用冰。多方便！你外出旅行的时候就带着，你也不用带着冰箱一起跑。对，真的，哎，真的多多的养乐多的味道，好好吃。你怎么瞬间变安迪啊？好好喝哦！儿子的脸。哎，好吃。所以小朋友吃了之后呢，他保护他的这个肠胃之外，平常保养，然后呢，那日常生活作息正常，我觉得还蛮不错。而且他。
三只小猴西装就会长相这么壮的、啊。对啊，对哎，多多口味哎，很棒哎。还有你们在挑益生菌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它一定要加入益生值，不然就要另外补充益生菌的食物。哦，益生菌的食物，对，它可以让它活着比较久。对，嘿嘿。来，我们来让张医师，张医师。你再讲几句话，让我们多吃几条吗？益生菌其实大部分是糖类的东西，嗯，对，它就是我们食物里面没有办法被人体消化的那种糖类。那它刚好，哎，有很多种类是益生菌的食物啦。我讲就是说，它们跟益生菌之间有所谓的共生的那个道理。前面也讲到所谓的龙根菌哈，其实我在诊间看过几个大概学龄前的小朋友，哇，他们就那种异位性皮肤也很厉害，他需要做一些皮肤的那个表面的治疗，嗯，另外再给他补充一些龙根菌。因为龙根菌这种细菌的有个特色，就是它对于那个肠胃道黏膜的附着力特别高。嗯，它可以借由就是说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一个交互作用，嗯，来调节免疫力这样子，哦，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不要过度的活跃，产生过敏性疾病。嗯，那哎，的确，这群小朋友吃了这个龙根菌之后，其实他的那个过敏的症状、异位性皮肤也都改善很多。真的，我小孩真的自从有这两个之后，以前我们吃益生菌或是叶黄素这一种，都是一定要叫到前面来喂。对，对不起，我也看到了。你要不要看看？真的是，你要夹不要夹飞了？多了，老公，四个小孩一天就全部吃完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好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我们来吃，你别说哈，你别说，我们来吃那个补钙的，补钙的好不好？因为这一箱百宝袋里面呢，它除了有补充这个叶黄素之外，它有补充益生菌，它还有补钙的。它里面有乳酸钙，然后碳酸钙跟海藻钙。然后它其实补充这些，其实我们都很担心小朋友长高的问题嘛。那其实以前的钙啊，或钙片啊，或钙粉啊，其实它的那个剂型呢，就是我们小朋友不会想要主动去吃。对对。可是有这个之后，它就是像你们这一群小朋友，都会自己主动。哎，没有人说可以补充，然后你们就会自己补充，真的家里就会这样子。然后再来一个，这是右脚的，等一下，左脚。哎，要平均，哎，短脚怎么办？对，短脚怎么办？够了吧？然后其实对我来说，我其实非常需要的就是它里面还有一样，就是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它可以帮助专注力。它里面有一个帮助专注力的神经敲铃子跟脑磷脂 PS。那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是可以提升小孩专注力的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问问看专家是不是这样。就是我当初有读过，因为我觉得哎，这个真的在他们就是专注力的部分呢，它可以补充它营养，然后让它比较不会分心。嗯，可以问问看。讲一下，这凤梨口味的，很是哎，慢慢讲哦。像神经鞘磷脂，我们都常常听到嘛。对，那其实它大部分会储存在妈妈的母乳里面。然后这神经鞘磷脂，它主要就是在帮助我们传递我们的讯息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。然后这营养素，如果说你比较充足的话，我们的一些专注力啊，其实就会比较提升。这个神经鞘磷脂除了母乳里面有之外，其实像蛋里面也会有，嗯，对，然后或者这些牛肉里面也会有，只是说在补充的时候，就是稍微去注意一下，说，哎，蛋白质也是不能太过量啦，对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神经鞘磷脂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脑磷脂，这脑磷脂呢，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主要的成分。脑磷脂呢，大部分它存在在我们青鱼啊、尾鱼里面，所以它在鱼类会比较多，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学习力的部分。嗯，像这样我们吃的三个口味，这样酸酸甜甜，会不会身体该补的都补到，结果牙齿就坏掉？哦，会，对，小的。好爸爸，真的，这里面完全没有添加砂糖，因为我家小孩注意力不集中，就是不太能补充多的砂糖，对，所以其实它里面没有砂糖，而且它还增加了护齿配方，它就是当成小朋友的营养零嘴，之后呢，它要保护牙齿，因为以前像小石头小时候就是这个没有顾好，他现在牙齿都蛀光光了，真的，以前要骗小朋友吃这些保健食品多难，太难了，那这又好吃又护齿，然后又补充营养，我觉得真的超棒的，我们话说太多了，你看。